去给你弟，然后三万一千元量身，有赚的啦。你们是讲好了是不是？三万一千元量身哦 ，two。哎，在家不行啦，想着那31张啊，小蓝哦，够了够了，可以了，31000元不够啦，六，可以了，成交。对，妈妈今天是拿来节目，而且宪哥在。如果妈妈是网拍的话，5000块，这两只都不止5000块，而且他们是在救你，好不好？这有什么好？这有什么好？对啊，我也看不懂。睡眠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这吃也吃不饱，就是没睡啊。不瞒您说啊，妈妈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这个我家里就有一套，是我新的，到现在都还没拆开来啊，好不好？我的也一起喊掉。用不到，好了，算了，31000元，谢谢。好了，再来王思佳还有布兰妮带来什么东西呢？有着宅男满满回忆的游戏主机，大根，你忍心割爱吗？好，来，布兰妮小姐，女儿的收藏有什么碍眼的地方呢？哦，她碍眼的东西可多了。我今天只是因为手有点受伤，所以拿比较少。听说家里有点多。那我可不可以跟本节目要一个小小的要求？怎么样说？我想跟她换个位置。哦，怕被揍，有这么严重？好好好，怨念很重。听说家里有为数不小的 new bra。经常地上会踩到，不是 new bra 啦，粘来粘去。后来楼下干脆开那个霸王的店了。来，你觉得他这个东西是这个很珍贵吗？因为我是不晓得，他每一个买回来都跟我说很便宜，300-500。可是我看他每天在那边擦擦擦，他住在家里的时候是每天在擦。是。可是我后来发觉说，这种东西他已经搬出去了，他这个东西还留在家里。那你与其不如拿出来啊、跟大家分享，结个也是功德一桩嘛，对不对？你的东西怎么就不拿出来分享？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叫妈妈，过分！我跟你讲哦，你位置真的换得对哦。露露不要动，我觉得我比较危险。你拿什么啦？什么好东西呢？请开箱。三。太阳眼镜，墨镜嘞！哎呦，哎，这个好，哎，好，这个哇，都是好货哎，真的耶！那我赶快来看一下，有事吗？好了，你们刚刚在干什么？哎，有牌子的，乖，好货，乖乖，有牌子的，你们都放下，都放下，都放下。这个好像没动身呢。手都放下，拆一个帽子，拆一个帽子，很好。一直重复，哎呦，这么酷啊！哎，好看哦！哎，小鸟的，小鸟的，你妈的，有那么的爽快，好舒服啊！我觉得好不好的，好舒服，我就是贵，我觉得好的东西，没有人要卖，一次卖一卖，哦，哎，这个就厉害了。这次厉害，各位，你看哦，国王的墨镜有没有？哦，不，没东西，不，没颜色我的，不，而且我戴过，你就没办法戴了，没错，全拍了，哎。宪哥，我觉得这个拿来搭法裤还不错，你有试吗？不错不错，哦，而且为数不少，24680，大概20只的墨镜，为什么觉得他会定得碍眼呢？因为我戴被他看到，他在路上，如果我们出去碰面，他不见你戴，他会喊还我还我还我，他会叫我马上拿下来。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墨镜这种东西你要小心的要保存。那妈妈就是会那种随手丢的人，镜片不能刮到嘛，所以你不要叫我拿下来啊，我这样戴着我就不会刮到。那请问一下哈，这个是什么时候要戴的哈？对啊，哎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个是 party 要戴的吧？是不勒杯的这个东西哦，还有法式啊，我喜欢法式跟法裤，妈你戴那个就好看了。我俩帮你标下来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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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种是造型的，它就是很好看的。好，哎，那如果男朋友约你打雷的时候带出去，你会带吗？谁？这种男朋友啊，打雷时候刚好要戴眼镜，很多。就是不是因为我很喜欢收集，就是比较特别的造型的东西，然后像这个也是新的啊，这也是这一季新的，这个我有绿色的，这也是这一季新的。我必须要说，我觉得这很适合我妈啦，这个也要100000块吧，对不对？要，哎呦好看嘞，眼睛适合你，眼睛适合，标下标下，不是因为真的我很多就是私家的都好货，我真的都是好东西，所以是。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好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观念是非常好。还有 LV 的，还有这个 Dior 的 Gucci 的，有没有人抢？好，来来来来，直接来出价，多少钱？想要了。加持，我出价8000。我跟你讲，我直接 double 8000。
才16000。我这边出，你要卖全部嘛？你刚买我31000，我输出3万。五只，五只，让你选五只。选五只。你这个品牌在卖是不是？不要管他，这个人没有他的说话的。不行，五只太少了，我要考虑我出价来了，就搞大一点，我们就全部了。来了都是全部的，全部。我就刚严谨也是全部的鞋子嘛，我就出31000加他的手表。哦，手表我跟你讲，5万全包。哇，5万。5万全包，台币50000元一身，漂亮。严谨，我等你买其中2只，你不要了。全部嘛，我看待会儿私底下再给2只。新台币60000元一身，七万一身，七万二，来梦梦，这边挤7万3，7万万，梦梦喊八万，新台币80000元一身，81000。8万1一生，我这给我妈妈好了啦，我觉得我可以出8万2要出价吗？8万2，8万2000元给我妈妈一生，哦，8万3，你8万5，8万6，因为我有赚到钱，亚莎，你有赚到钱，我本来5000块要卖，你好夸张，你太扯了，买了多少？8万5，八出8万5，8万5，8万6，我把眼镜没有拿下来，8万6，8万6，一半了。哎，你戴这次很好看，哎呀，下来了，86000一身，88000，88000元，我们有三个可以戴，对，我跟10万1000，有三个，10万1000，可以，10万1000，还给我啦，哎，很划算，势在必得，我们家最适合，再给我，我还有佩佩可以一起戴，你们妈妈团连起来买啦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阿姨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上两下10万1就 OK 了，我们上看哪几只，我便宜卖你，对，不能说他的跳起来，你卖我喊价，我卖你2万给你买。10万1000元，我们一起两身够团购，好团购，我们通通跟严总，哎，给严总 ，OK， 一只就10000多，这边好不了，林家砸狼洞就是黄昏市场哟，101000元，成交。10万1000，你那边只有一双是值钱，我这边是真的，我不能一双哦，一双是吧？哥，订单的，我这边是全部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东西要处理。但他这些真的有些真的都不错，对，都是很好，是很好牌子。哎，然后私下这个不要再戴了。这只当时就20000多了，这个就2万，对啊，严谨成交吗？对，现在严谨成交出价，我们现在开始跟严谨对。嘿，来来来，先来，你刚刚算哪一只？两，随便两只。你妈那一只，我妈眼上那一只，我上多少？我给，那算8000就好。好，八千，哇，8000，我这个，来一只，来，赚你200，因为我今天有赚钱。这边两只，有我自己吗？哦，这里当跳蚤市场啊，像话吗？现学现卖，还直接就要涨价？我们做 ending 了，就地起价，对。对啊，好了，那你们就自己挑好了，我们11000元成交。明天同时继续。本节目由网络女装品牌OB 严选独家冠名播出。爆爆爆！线线家族审判大会，竟然现场大挖老板唱吧。徐杰辉做事龟毛，哎呦，美感多，变态高的助理压力超大，对他的助理非常苛刻的一个。哎呦，大家拿杯辣卡点的，立马讲出一点万青桃。哦，被出卖者宪哥。哎呦。进来一下，我想说，哎，进去更衣室干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三立都会台重秀。